全国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勇冠前朝》。今天8月14号，礼拜三，大盘大涨了230点。我跟你说过，之前来讲话，只要震荡非常小的时候，它就会变盘。那其实我昨天有暗示大家，它下跌17天以后，昨天上涨第8天，其实它的等幅还不够，所以空时间来看的话，还会持续的弹。其实我昨天讲得非常清楚，你也不用太害怕，它会碰到月季线的支撑。这样子的话，其实有点稍微有压力。那我认为有压力的时候，它会可能会来回的震荡整理格局。我讲得非常清楚，各位，大盘来讲话是个发散格局。虽然美国7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低于预期之下，带动辉达大涨，加上 AI 概念股反弹之下，终于攻上了月线。其实一开始在跌破8月5号跌破那个1800点后，我跟你说过，它就会反弹1/2。所以各位。如果你有稍微算一下的话，到二分之一到这个位置，那未来的话，因为它的时间还不到，所以来讲话应该会来回的震荡整理。那有没有机会持续到0.618？这也不一定。但是来讲话，它算是比较强势整理格局，它反的幅度非常非常快。那未来的话，任何的拉回就是一个多方的机会。那我为什么跟你说过，其实出大量的时候是对台北股市比较有利的地方？我的意思说，在低档，各位，你看一下，它只要拉回以后，爆出相对性的大量，是不是相对性的低点，它就往上做拉抬的动作？注意看，那这边来讲话，它也是爆了大量低点，各位，它也是往上做反弹的动作。所以很多时候在多头里面，如果在低档的话，爆出大量，那就是属于相对性的位阶。当时我跟你说过，这时候在杀融资。我曾经跟你说过，不要用融资去操作股票，因为基本上有分主力的融资跟散户的融资。散户的融资，因为它跌了4700点后，这边全部都杀出去了，所以各位，这就是主力进场的时机来讲话，它就会往盘面就往台往上面做拉升的动作。所以其实我解释得非常清楚，整个盘面来讲话，还是维持一个反弹格局。那反弹的话，会不会慢慢的反弹过后，把这个月季线走平完以后，这持续往上把它拉上去，就看未来的走势。所以，但是短时间来讲话，这个点位低点应该不容易被跌破，因为这时候出现当相对性的大量，主力把它守稳住了，把这个盘守稳住在这边，它尽量不会来碰这个点的话，我认为整个盘面来讲话，反弹完以后还是会横盘的震荡整理。那么各位，由于各位，我上次跟他说，台积电兵推兆元扩厂，那台积电会扩厂，你觉得台积电的股价会很烂吗？其实不会的，因为它就有机会拉回的时候会到我的目标价。所以各位，我跟你说报告过，小猪封第一阶全是 F4。那么我跟你报告股票，各位，台股 F4 的股票。台积电回补缺口了，鸿海再加油一点。我曾经跟大家报告过，它比较弱，你还记得吧？所以来讲话，它有机会去回补缺口。联发科、广达也都比较强势整理格局。所以你喜欢我们的这个台股 F4 的股票，那记得来拿我们的目标价。那为什么呢？台积电你还有印象吗？我再稍微讲一下，我曾经在1000多块的时候。把这个台股 F4 给大家看，请你来拿我的台股 F4， 你不会买在1000的点位，不会买在800、900多的点位，一直买下来。当时候你拿的时候，这个拿台积电拿我们的一个买进价位的时候，我想你会怀疑说，老师你设点位是不是怪怪的？为什么离它的价位为什么远？但是后来真的事实还我清白，它真的回到了我相信你有来拿资料的一个点位。而且都是非常的一个漂亮，所以当你我跟你宣布，请你来拿我的一个资料的时候，就麻烦你赶快来拿。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很多地方的话，你才可以跟上我们脚步。所以跟上黄老师来的越早，你会赚的越多。当时台积电很多小资族在这里买，1000块买，各位一直逢低买，好像买到有一天的时候就不买了，然后就直接一直往下掉。我有印象说，大家讲说，大家拉回赶快买，拉回赶快买。结果呢，它拉回了4700多点，这就是你要避开的小小风险。其实我讲的非常清楚，你要来拿我的股票，各位买进价位完以后，其实就买到相对性的一个位阶。当你拿到的时候，你不要怀疑它是真的给你看的，不是给你参考的，还是真的有来到那个价位。那我跟你说过，那价位之下那是更漂亮，对吧？所以你有来拿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享受到一个非常有机会大赚的机会。所以各位，那未来的目标价呢，它会到哪里？你麻烦你来拿一下台积电、鸿海、联发科、广达，对，这几个目标价记得来拿。那都有非常棒的讯息给大家分享。那其实
黄老师给的股票其实都是属于一个现在的主流股，而且都是属于现在的一个专门非常标的股票。我想台股 F4 也是大家讨论的焦点，我就给大家目标价了。如果你真的有这几个股票，台积电、鸿海、联发科、广达，欢迎你加 LINE 来索取我的资料。那加 LINE 呢，各位加入黄老师的 LINE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把台股 F4，我想要台股 F4，你把它扫一下，把你要的东西，我们会把资料送给你，非常重要。那其实很多机会，我都跟大家报告，你要来拿，非常的重要。主要原因，我觉得我在拯救大家。你台积电，你不会在相对性1000多块的时候，你就去买进的，你也不会说很茫然的买进。你们看到我资料的时候，或许就会怀疑说，老师这是真的吗？但是呢，它是真的。真的回到我的买进价位，它才开始慢慢的都弹上去的。所以有时候来讲，我都有提前的跟大家去做一个宣布，非常重要。好，那么各位，台股量缩大对决，六四多空大对决。那我认为来讲话，它其实来讲话，现在是多方比较强一点，后来呢，空方也稍微比较强一点，它稍微会拉回修正。那其实没有错，其实来讲，它整个盘局来讲话，会受到月线、季线的一个压力点来讲话，它会来回的震荡整理，这非常重要。当然，台积电在最低点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再害怕了，你还记得吗？815块的时候，不要害怕了。鸿海呢，各位在168块的时候，请你不要害怕，你要勇于的去买进，你都有机会享受到一个非常大的赚钱乐趣。后来，各位，我跟大家报告宣布了，各位面板及上出行封装的产业，3663的新科，我真的只有这三档，就讲这一档比较多，偶尔我会上下中捷或有微科，他就讲新科比较多。当时我跟你说，面板及上出行封装，你要印象吧？成本较低，且矩形，它面板比较大，还记得吗？我给你踏看看，就是说它是面板这么大，对不对？可以用的7个 wafer，那来讲话，它封装出来的晶片会比较多，会受到国际大厂的重用。你只要记得这句话就好了。当然来讲话，当时候我跟你什么时候讲的？我们看一下，其实最强的设备股新科台股逆转胜，大户拼这一档，真的是拼这一档，现在还是属于涨停板。跟着主持吃香喝辣的 Part Two，台股拉回还是持续的飘。下星期我带你进场 up up，如果记到这个字卡，你还记得的话是新科。各位，中实股封装级的标股，先拿先进场，未来就是一定大赚。来电就有，现在就是个机会。新科，各位，我们看一下我们什么时候跟大家开始报告的？7月26，我没有买在最低点，但是我跟你报告过，7月26是跟大家报告说，这大概是72.3元。等一下，我们看它现在多少钱了。其实我跟你报告了非常多次，独家供应的这个合金窄板出货有望创新高。7月30号涨停板，7月31号涨停板，8月8号再次的涨停板，8月9号新科再次的涨停板，那8月14号新科呢，稍微这也是涨停板。那么各位，在这过程之中，其实我没有每天跟大家去做报告。那基本上，我们7月11号跟大家报告完以后，是不是每天跟大家，我们盖牌跟大家分享，盖牌跟大家分享，盖牌跟大家分享。今天来讲话，涨幅大概到这边，你自己看一下，是不是？我们的第一档跟大家报告，各位，它慢的中段整理之后的起涨点，我们是有跟大家去报告，还真的是非常的飙，从2位数到3位数。我想我都有直接跟大家去做报告，应该对吧？所以什么时候报告的？各位，7月16号这边跟大家报告，在我们网络上跟大家报告，这只股票即将要发动了哦。果不其然，它真的非常非常飙，飙上去以后还真的从2位数到3位数。我想黄老师都喜欢做这种型的股票，为什么这种型的股票都被我们抓到？主要原因我们选股有个逻辑，在这个逻辑里面来讲话，只要这个趋势方向在低档低阶买进的时候，我跟你宣告，请你来拿资料的时候，麻烦你早点来拿，你就可以享受到这个的乐趣。所以各位，拿资料时间非常重要。我曾经跟大家过，来加跟上黄老师，来得越早，你会赚得越多。我等下解释一下，有一张股票，如果你太晚来的话，也没有说你没有赚，只是说你要早点来拿资料。我看一下这边新科，各位7月11号拿的时候涨到101元，我想你都有目共睹，而且都有看到。我虽然没有每天讲，但是来讲话，它真的非常飙。所以各位欢迎加入我们 Light 贺康总底加很多的一个标股，我想
标股都在我们家，我可以很诚实跟大家讲，很多标股都在我们家，但是你要早点来拿资料，很多的标股都会属于这种新科这种类型的股票，我想我就讲得非常清楚，也给大家非常多的一个震撼，为什么股票会这么飙？那么股票会飙，原因其实很多几档原因，就是说它是不是主流股？没有错，面板及上述型封装真的是主流股，而且是最近的一个强势族群，没有错。它在涨过程之中持续往上涨，有些股票来讲话，像新科涨了二十几天，涨了快一个月，那你认为你要什么时候来拿资料？是不是越早拿越好？有些股票涨了两三天就结束了，当时候我跟你讲了好几天。但是呢，你可能会拿到最后的资料，说你说，哎，老师怎么会这么快就往回档修正的？但是如果是多头股票的话，还是有机会持续创高。我必须要声明一下，所以要早点来拿。各位，跟你来讲 ，CoWAS 的概念股，宏碩3131这张股票，我真的讲的非常非常久了，我非常用心。当时我做一张字卡给大家看，说，哎，大户的 CoWAS 的标股3131的宏碩，切记仍是主流中的主流。来电就有现拿现赚，还记得吗？那宏碩来讲话，它是双绿双升的股票，所以来讲话切入先进封装及高频的记忆体 HBA 的市场之下，创下累计近期的新高。各位，我什么时候跟大家报告的？你注意看一下。那么台积电 CoWAS 的扩产，宏碩订单满手，订单满手代表什么意思？它真的会大赚，它真的股价创下近期的新高。而且我什么时候跟你说的？我们来稍微看一下。那时候我跟你说过，哎，宏碩呢？那时候说，哎，当所有人悲观的时候，股票正开始涨，你有印象吗？在大盘，各位，宏碩在8月6号的时候跌到1300多块的时候，我跟你说不要害怕，宏碩即将要开始了，有印象吗？我们看一下宏碩3131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在8月6号跟你讲的 ，OK， 这边跌下去以后就是不要害怕了，宏碩即将要起喷，有吧？如果你有听我的话，1500多，现在多少了？现在已经到1800多块钱的，短时间赚了300多块钱。我没有每天讲，我希望我每天讲它，但是呢，大家喜欢看会涨的股票。那8月7号呢，各位宏碩来讲话上涨5.09%，8月9号呢上涨的9.11%，那8月14号呢上涨的7.87%。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宏碩什么时候跟大家报告的，非常的重要。各位在2月23号848块跟大家报告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慢慢来去，慢慢来去，慢慢来去，慢慢来去。你要资金大的，欢迎来找我。各位，这种股票要带的比较久。当然讲话，这种型的股票，宏碩 ，OK， 从848元涨到1800元，上涨多少？这边自己看一下。我讲的非常久了，这支股票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说，哎，这是我插起的，我讲的非常非常久，但是我没有每天讲它。主要原因说，大家很喜欢看会涨的股票，它有时候休息了，你讲它没什么意思。大家说，哎，这明明就是会休息一下，但它持续往上做飙涨动作，所以没错吧？各位，2月23跟大家报告过848元，然后呢，以慢慢来 key， 慢慢来 key， 慢慢来 key， 那些关你完的慢慢来 key， 一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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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key， 这种型高价股，它就是个标股。我讲的非常清楚，希望你能够听懂黄老师的意思。黄老师选股来讲，你不要怀疑，他真的是非常的强。那为什么非常强呢？麻烦加黄老师的 Lite， 为什么要加 Lite？ 你可以得到很多的 Lite 的讯息，里面有很多的标股。我想宏碩我有刚刚写过非常多的标股，和康隆底加。那只要说你只要来早点来拿我们的资料的话，你就可以享受到一个乐趣。我想我讲很久了，你也知道我讲在讲这一支这张股票，它真的慢慢涨，慢慢涨，慢慢的涨。在我过程里面，只要会涨的，就是一个好的股票。我说对吧？所以现在来讲话，大盘跌了4700多点，各位，宏碩还可以过高，过了历史新高，再创新高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子的股票？这是黄老师所需要给大家的股票。我说你要跟上我们脚步非常重要，所以各位你要跟上黄永文，勇敢的买进，稳稳的赚钱。这张股票，如果你真的听我的，在1300买进的话，你慢慢买，慢慢买，其实很快的，狗爸抠的搞啊，它非常非常快。我跟你讲过，对吧？所以很多的时候我都讲得非常清楚，希望来拿股票。当分析的责任就是帮投资朋友赚钱。这样子的话，其实你可以享受到一个获利的机会。那为什么在这个慢慢涨过程中，大家都不太喜欢？其实有些大资金的投资朋友应该是属于缓涨格局，慢慢 key， 慢慢 key。当大家不要常常去说它的时候，它其实涨得比较久，也涨得比较稳，这样比较重点跟大家持续的追踪。那么各位，
我们之前跟大家报告的一个股票，就是说有些股票说，哎，机器人概念股在8月21到8月24号，还记得吗？准备了机器人展，我想机器人就是成为最近的一个强势族群。还有印象吧？台积电的供应链，我把这张字卡写出来的时候，其实我就预测未来设备股非常强，还记得吧 ？CoWoS 设备非常强 ，CPU 稍微休息一下了。三位稍微休息一下了，是不是这两个族群真的非常强？是不是黄老师讲的股票很多都是属于这种型的股票？机器人概念股不要忘记它，它还是主流。所以我跟你说过，机器人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股。辉达发挥的时候，带旺机器人概念股。OK， 好。那我这边必须强调一下一个重点，就是说机器人概念股值得。OK， 概念股就当大盘止稳的时候，机器大军触动。当有人说这只股票涨得无法无天。那没有错，如果你早点来拿的时候，各位，我们8月6号，等一下看一下8月6号是哪一天，来自半导体自动化电子订端回温之下，追求营收及获利成长，1597，我们看一下这边。好，我们8月6号这天最低点的时候，大盘大杀的时候，我跟这张股票可以买进的哦。我跟你说过，当你要拿的时候，各位，你可以买在相对性的低位阶。对，当时候我跟你说，值得信任的黄老师，你要买在相对性的低位阶。当时我上去的时候，我跟你讲说，哎，8月7号还是持续的上涨，所以8月6号的时候值得，还有印象吧？你买在相对性的低位阶，我想你怎么买，现在都是赚钱的。那我为什么说，请你来拿资料呢？各位，跟着黄老师 ，OK， 来得越早，你会赚得越多。那这个值来讲话，如果你早点来拿，8月6号就来拿了。你这时候都应该都属于赚钱的，而且你也知道说什么时候要操作，要买进要卖出，什么都讲得非常清楚。所以很多的时候来讲话，投资朋友你可能会盲目的跟从，不要跟着散户在最高的时候说，哎，老师这个散户去买的，其实不要做散户的动作。我曾经跟你讲过了，你应该要低买，买在相对性的低位阶，然后呢逢高稍微出脱一下。如果它是像新科一样持续涨的话，你就稍微抱一下。我说对吧？所以各位投资朋友，千万不要做散户投资朋友的动作。也就是说，你看我节目那么久了，你应该知道说，我们买在相对性的低点 ，OK， 低位阶往上的时候就逢高，可以稍微调节一下。如果它未来还要持续往上的时候，就稍微抱一下。我讲的没有错吧？所以有时候来讲话，你要早点来拿资料，你不要傻傻的到最后来拿资料说，老师，你这地方的话不要做散户的动作。基本上来讲，如果从低档掉下去20-30%的时候，你就不要乱追了。我讲的非常清楚。有时候来讲话，它有时候涨幅的话，有时候涨幅大概是，譬如说涨幅的1个礼拜、2个礼拜、3个礼拜 ，OK， 就是这个时间它涨得非常非常久，你可以抱得非常久。那如果说它涨个3-4天就结束了，你是不是要该如何去做一个操作？这也是非常大的重点。所以我讲的非常多次，就是说你要早点来拿资料。当我跟你宣布的时候，你要早点来拿，而且是免费供应给你的。其实很多资料就是你可以早点来拿资料，那么后面享受到一个获利的机会，20-30%其实都很快。那其实大盘在这里的时候，其实现在震荡非常非常大，你必须要有非常好的操盘手、领航员带着你去做操作。当你的股票，我们股票还是非常飙的时候，但是你的股票呢，或许是呈现，譬如说中钢，你也说，哎，中钢那种感觉，哎，老师，中钢那种感觉，嗯，中型股票，你绝对你想要低接没有错，你低接也许是对的，但是呢，可能要等很久。我这样讲的非常清楚吧？所以有时候来讲话，机器人概念股来讲，很多地方的时候，你必须要了解一个东西，就是说，有些股票持续飙的时候，要把握那个机会。机器人涨，未演先烈，概念股非常嗨。当时我跟你说，哎，石塑工业4566是股票是涨，讲完以后是不是持续过高？8月12号的时候，因为有艺人题材吸金，加上车市回温之下，股价创新高。那么石塑工业来讲话，还是创下近期的小小的新高，对吧？所以我跟你讲，股票它是慢慢涨，缓涨格局还是持续的过高，这非常重要。所以各位，今天来讲，我们推出这个飙股再起，波段拉回创造了买点，要过前高。现在讲话绝对没有低档低基企的股票，除非你说中钢这种低档低基企，你要不要？你买进去以后，我觉得一定会赚，但是呢，你可能要等了很久。等了1个月，等2个月，等3个月，才会有机会说，往上做回升的动作。所以各位，神秘的台积电概念股剧本开始写好了哦，拿到赚到，先买让你财富自由。所以
标股再起的时候，有些股票来讲话是属于中继型的整理。当中继型的指标整理完以后，它持续的过高，大盘在回档修正4700点，有些股票已经开始过高了，表示这种股票是比较强势的整理格局。所以有时候来讲，你必须要把握这个原则，在大盘在个股拉回幅度不深之后，还有持续过高的机会的话，应该就是第三季、第四季的标股，我必须讲得清楚。所以各位，标凤再起，波段拉回创造的买点要过新高了，神秘台积电概念股剧本写好了。如果你喜欢这张股票，拿到赚到，先买，让你财富更自由。我们进广告一下，谢谢各位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，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，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好，回到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几个概念，各位简单的是重复做，你就是专家了。那我们看一下这边，坚持要做对的事情，而财富自然来。那为什么黄老师选的股票都是坚持做多方的股票，而且是非常标的股票？我想你看我节目都应该喜欢我的股票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，而且很少在换，每张股票真的非常非常标。当然我跟你教过各位，你要记得吗？台股大反弹，危机入市，历史经验，大盘暴跌4700点后，各位跌升最大的利多，先起涨后，后市飙股。3019的亚光，我昨天前几天公布完以后涨停板，还有印象吧？所以各位什么时候跟你讲亚光的，我们稍微看一下。那亚光呢，我们看这边，我们在这边8月16号就跟大家报告过，哎，我把这个字卡跟大家报告，哎，大反弹 ，OK， 危机入市，因为那时候暴跌，还记得吗？8月5号暴跌以后，8月1号当天就跟讲说，哎，台股暴跌后，这张股票有机会成为标股，是不是成为最近的一个起涨的标股？应该都是有提前跟大家讲。当时当天大家在紧张、大家害怕的时候，黄老师跟你说，亚光这支股票可以继续买进。当时候你要来拿股票，我是强调你要提涨来拿，你要来拿股票的话，比较知道说，哎，各位亚光刚好在这个时候低基期。大盘大跌了4700点，这股票没什么跌，后续股票就是会过高，这样我讲得非常清楚吧？所以各位你要听懂黄老师的意思，黄老师基本上讲选股票不会有太大问题。各位8月12号的亚光，但是因为那时候开牌跟大家讲，亚光是有机会创下近期的新高。8月13号亚光涨停板，8月14号上涨 6.01%。他说亚光呢，各位在8月7号跟大家分享的 ，OK， 8月7号分享87.5元，各位涨上去到111.5元，上涨多少你自己都看得到。我是不是有提早跟你说？所以麻烦你各位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要知道说，各位要跟上黄老师，来得越早，你会赚得越多。所以我希望说，我跟你推出的时候，你麻烦你来快一点来拿，你千万不要过几天来拿，说你又说，哎，你赚的不多了。所以很多机会就是。
把握现在机会。其实操作股票来讲话，重点是时机的问题。当时机对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得到一波的涨幅；当时机比别人慢的时候，基本上来讲，你就赚了后面的那一段价差。那后面价差有时候不定，它股票的股性不一样，有时候涨得比较多，它涨好几天；有些呢，它涨了几天后就休息了。你也不用怪黄老师怎么样，因为有时候股价不是我黄老师控制的，它是市场的趋势跟判断。当这个趋势判断往上涨的时候，要把握多头行情。所以各位，这张股票推出这个飙股再起，波荡拉回创造了买点，那么要过前高了哦，各位。神秘的台积电概念股，未来台积电如果拉回过高的话，这股票应该也是过高的，剧本开始写好的。当你要拿到赚到，先买让你财富更自由。所以这种股票来讲话，你要跟新科一样，各位跟着主持吃香喝辣的新科，它也是上涨的，各位多少？从底部开始拉到非常高的涨停板的位置。所以各位，飙股再起，波荡拉回创造了买点。如果你喜欢这种型的股票，欢迎你来电洽询或加入我们 LINE 跟我们询问。那我们拿到赚到，先买先赢哦。那以上就是股票的话持续的过高。那以上就是我分析，也谢谢大家收看，祝福大家操作顺利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。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。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，鼎业投顾。帮您避开投资陷阱。胜关键，鼎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。鼎业投顾02-8511-3366。当股市千变万化，当操盘千头万绪，当机会千载难逢。即日起用1000元体验轰天雷一个月，就送轰动市场操盘秘籍及上课券。千言万语，这次只要1000元哦，请拨02-2365-3255。随时注意气象报告，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，避免出门。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、饮用水、简易的急救药品。盆栽、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。一旦发生灾情，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。准备好紧急避难包，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。提早做准备，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。